我可是大同好多关节才拿到的，最近风声好紧，听说周刊的狗仔队上来，哎呀，都是你们想到搞的麻烦。哎，这两个星期不要来拿货了，就是客人上来都吃不到的。哎，再说吧，这给你，拿着呢。谢谢谢谢。咦，你认得他呀？谁呀？谁？王守义呀。王守义？嗯，你们那时候干嘛要分手？ 哎，那年黄历了，那会儿他不喜欢读生字，我呢又特忙，一天啊大十来个，一年3000多，十年啊都3万多。他呢，那会儿流产特多，他怕日后造恶种生出孩子没屁儿。<笑>国家政策嘛。是啊，我也是为人民服务，多谢你啊。谢谢，再见。喂，小姐，这边，小姐，这边。 罐子，好，把它打开。火腿鸡蛋饭，是，孩子上学给他送的午餐，火腿鸡蛋白饭。走吧。谢谢。你乖。